我二舅啊，真行啊！哎呦我操，咋了嘿？妹儿啊，你喝蘑菇汤啊？少喝那玩意儿，我前两天就蘑菇汤就中毒了。在哪里采的蘑菇？怎么会中毒？好蘑菇，然后大夫说我那个中那毒叫好孤独，好孤独。马豆什么？马冬梅。哎，我觉得你特别像那个鸡腿的妹妹，你知道吗？李沁，好，特别好看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画张画去，很快。我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你把我画丑了怎么办？画丑了，你把我带走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开玩笑的，主要是时间不够了。等我回家画好，送给你行吗？我们加个微信。好。对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今天是真心动，还是用我鼻孔定位法啊，小气质挠一下上来。玩咸菜三个色啊，加点细节。兄弟们，我147号小姐姐啊，玩就整挺好。画好了，我今天必须脱单。喜欢吗？大神啊你！还行。喜欢。你的车子好香啊！是吧？闻出来了。对，亲爱男友飞行日记淡香水啊，你闻一下，柑橘海盐味的，是这个味道吗？这个味道。这叫斩女香，就是女生一闻就会爱上我。你瞧不起我？我没有瞧不起你。你不信是吧？来，我再给你看看，来，你看。全是我战利品，狠不狠？胆儿也太大了，这狠不狠？咋样？咋谁这就渣男了？哎，玩命！怕夜莺天边。